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了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